兽这时候也跳出来啊。这次网络温度计就要带大家来看满是蓝彩的 Plus League 中五大讨论度最高最受期待的球员有哪些。人称阿美族战士的杨敬敏，拥有浓眉大眼、深邃五官的他，光是站在那里就已经成为场边迷妹的目光焦点。打起球来更是帅度倍增，出手投篮快、很准，搭配炉火纯青的假动作，真的是被帅到不要不要的。哇，不是三分不会得啊！哦，全部都是三分打跟三分球。对方的退防也蛮快的，杨敬敏探地拔头，前锋有的。杨锋现在热身赛的最后一战呢，曾经三场攻下26分，在外围有杨敬敏。球衣底下的好身材也是藏不住的啦，小编在这里为大家谋福利，眼睛吃冰淇淋哟。史上最强高中生高国豪 ，HBL 史上唯一获选两次冠军赛 MVP 的他，早已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在球场上叱咤风云的帅样，让他拥有得分王、超节王等封号。漂亮，花式 over， 我觉得花就是一些小动作，对。一般帅，我没有超级帅，我帅吗？高中毕业后赴美发展，成为了第四位站上美国 NCAA 一级的台湾篮球员。比赛时从不轻易怯场，面对比他更高大甚至更有经验的球星也毫不畏惧，这股气焰简直就是天生的球星。在新竹工程师队就像是股紫色旋风，期待高国豪日后能有更多亮眼的表现。梦想家，哦，张宗宪把球给抢走了，直接台湾喷射机原地起飞，咻！张宗宪爆发力十足的灌篮，那手臂的肌肉，个性的刺青，救命，太 man 了！等等，小编先擦个口水。也是说进就进，游刃有余的投篮，进攻时超杀的眼神，举手投足间都杀得小编一个措手不及。平常张宗宪也投身公益， focus 如何成为更好的人，为社会多做一些正面的事情。宗宪说已被帅晕。啊，如鱼得水啊，打起来非常的轻松惬意啊。妙传之后直接轰炸篮筐，没有什么事情比看戴维斯暴扣篮筐只手盖别人火锅来得更过瘾了。37岁的他在台湾篮球生涯里拿过2次 MVP、5次总冠军，至今仍然宝刀未老，在场上呼风唤雨。中华篮队在正规赛让纽西兰一枪毙命，球到拉力下上篮没有进，拉力下、啊、这个球算了，中华队就赢了。不止篮球带给他满满的感动，爱台湾的心更是让他决定成为新台湾人，放弃美国国籍成为中华民国国民。他不是台湾人，谁才是台湾人？底线被封死的情况下，球给志杰，这一球怎么就会出手？逼住超杰了，球给志杰，球给志杰准没错。这甚至被誉为富邦勇士队的胜利方程式，当球队需要他的时候，他总能把握住机会，使出招牌后仰跳投，帅气的投进空心三分球。接下来没别的，就是好好享受万人的欢呼。哇，林教授这时候也跳出来啊，38岁四个孩子的爸爸，你还在拼什么？什么？志杰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爸，看起来根本还超样的好吗？志杰，不管你打到几岁，小编永远为你加油。看完这么多青春的霸配，哎，不是，是这么多帅气打球的英姿后，是不是跟小编一样，深深入了这些球员的坑呢？好想看更多精彩的进球画面，跟着一起热血青春一波。那就一起支持台篮新联盟 Plus League， 让台湾篮球再次兴盛起来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最后别忘了
记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。网络温度计会继续带给大家更多有趣的排行榜。